花几十万买了三个石头，这三石头呢能赚到钱还是亏到钱，咱们来看一下吧。因为我们那边的采购呢也是通过精挑细选，他也知道我的口味。来吧，这个是一个，这个是两个吧，来打开看一下啊。包的那么严实呢，其实几十万的包装这样子一点也不夸张啊。那手电过来看一下啊，三个也有一个是最贵的嘛，是不是？那到底哪一个最贵的？这里是两个，这边一个，看到没有？来看一下啊，哇哇哇，这件料还得了的，可以看得到吧？打灯设计，哎呦呦呦呦，这个色基本上是满色的一件货啊。咱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料子呢，它的皮子非常的油啊，包括后面的牙灯可以看得到这个色啊。虽然呢水短一点，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整体就是一个满色。咱们可以看得到这一个是一个后江的一个产口，它的釉质都是非常细的，看到吧？太美了。给我的感觉呢，这个料子不是这批料子最贵的。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一个，还没有拆出来。来吧，咱们看一下这一个料子，就是咱们心心念念的天空蓝呐、灯光一下别眨眼，那句话还是要说的，这个就是爱情。看到吧，这东西太漂亮太美了，可以不当面的啊，咱们可以用肉眼去看，这个纯净度包括它一个透明度都是可以看得到的。这件料子呢非常的清爽，可以看得到带的蓝味也是非常的正。给你们一个难题啊，这个是什么产口的呢？再看一下这个皮子啊，再拆这一件啊，这一件比较大，我以为呢这里是包了两件，因为比较重，这个应该是那个比较大一点点的石头。每次开包呢就是这样子去划到我的手，所以每次都有点怕。来看一下大料子啊，咱们可以看得到这一个画了个手镯圈呢、可以看得到是一个木纳的杨梅皮，牙灯设计，噔噔噔噔，可以看得到也是打灯通透的。而且呢在旁边可以看得到它这个料子的荧光感也是超好的，看到吧，整个料子呢非常的透亮。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色花，可以看得到它的色花也是非常洋的。这料子呢是可以薄手镯的，可以看得到呢它的裂呢是往这边走。再看一下这个料子的荧光，可以看得到撒眼的味道很漂亮。现在这种料子呢也是相对比较少，整个就是一个大灯泡。这三个料子呢，一个天空蓝，一个色料，还有一个手镯料，你感觉这三个料子哪一个是最高的？评论区告诉我。